痴心嘛无卡转，乱梦既然看破，不免搁对你破心肝。哈、心头那寒，只有人心来受风寒。行出你的世界，才会知天。何建华的家庭原本圆满快乐，为了妖女慧萍晚上搭计程车却一去不回，踪影全无。警方研判乃遭到了三名不孝计程车司机的毒手，何建华悲痛莫名，在一次与其他司机的争吵斗殴中不慎刺死对方，判刑入狱。家破人亡的他真是欲哭无泪。三名与音乐界闯荡的年轻人捡得由何建华家所流落而出的钟馗像，并从录音带中发现诡异的女音出现，却不知所以然。何建华出狱之后不顾女儿的反对，改行当计程车司机，心心所念的就是揪出三名杀女的元凶。此时钟馗的神像也找上了他。那不是昨天那个计程车司机吗？他怎么又追来了？他追来干嘛？你不想想自己年纪可以到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刚出狱啊？你怎么知道？原来他就是那吕钟馗的爸爸哎。女鬼来了，喜欢就赶快把她带走啊！我说的就是她。我的女儿刚死的时候，有一个老头送我这尊神像。后来我在牢里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女儿把她送走。他没走哎，他动不动就用录音机跟我们说话，还吵着要我们去监狱接理哎。何先生，你看你失踪的女儿会不会真的在那里面呢？他还蛮有眼光的，找个钟馗像当家，这样其他的鬼都不敢欺负他了。你不要在人家爸面前说鬼这字好不好？会不会是我带着这尊神像到失踪现场去祭拜的时候？有一只虫爬到这神像的头上。钟馗的头也敢爬，而虫的血沾到了这尊神像。嗯，有这个可能哦。一般来讲啊，鬼变成虫回来看家人，可是你却又把它打到神像里面去。不能说鬼。哎，
雷波，到家了，进来啊。雷波，我们到地下室去啊，小心啊，别摔跤。像两年前我就请欧巴桑扔掉了，怎么还会？你妹妹附在里面。怎么可能呢？爸，你不要随便听那些算命师说些无聊话嘛。妹妹现在就算变成了冤魂，也不可能附在神像里面的啊。你不要管我。爸，你想吃点什么？我帮你弄，我还帮你弄了网球公开赛耶。你边吃边看，这样好不好？我今天还买了很多水果。我叫你不要管我，你听到没有？Apple， 不要怕哈，你回家了。回到爸爸身边，再大的委屈，再多的痛苦，告诉爸爸，爸爸就在这里。我知道你在里面，想出来就出来。爸爸一定在，爸爸在这里等你。Apple，Apple， 你来了，我是爸爸，你说话啊。Apple， 你是吃了什么苦？为什么不说话？叫声爸爸，跟爸爸说两句话。最准是这间的啦。哎，他算准了，没有一家唱片公司肯要我们，准呐、啊嗯。哦，那应该很准哦。我看改天再来吧。葛先生，你不是说你女儿光张着嘴巴不说话吗？那你要找老师看看，找出原因啊。对啊，他前阵子都只能靠录音机才能跟我们讲话，太奇怪了。不是，对，我正好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们干嘛来这边算命？我拿录音机到他家录不就行了吗？哎呀，死呆子啊，你懂什么啊？如果他女儿真能够直接跟他爸爸说话，那不是更人性更亲切吗？哎，何先生，为了你女儿，我们什么都应该试试的。我们走吧。走了啦。
因查某囝毋是毋讲话，伊只是有口难言，讲袂出来。有口难言，什么意思哦？对不起，师傅，你有话就直说，你这唉声叹气的，大家都心都揪起来了。伊可能是去用电视、电拉后，视力太着惊、太恐怖，才死了后连话拢讲袂出来。对方迄款歹人太恶劲，该惊着。歹势，这只是我的感应。把你当作参考而已。你们看，都是你们啦。叫他来算命，你看他那个伤心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他好可怜哦。依我看啊，他不是在伤心，他在愤怒。要是找到凶手的话，他会一个一个把他们杀了。老先生，你怎么还在台北啊？女儿没找到，我还是要上来找嘛。哦，两年前就向你借了1000块钱，现在不用，不用还了。我只是想问你，你送给我的钟馗是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怎么要吗？只不过，好像我女儿的灵魂附在里面。让另外一个世界的女儿啊，有一个家，不是更好吗？她都不讲话，她死得好惨。什么事？我们郑奎，再学学她就对了。学学她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哎，加油啊！学钟馗，你在想什么？穿钟馗的戏服，把自己打扮成钟馗。爸，你回到现实吧。他是神，你是人。他可以打鬼吃鬼，你不能。他可以拿着剑腾云驾雾、杨氏阴阶来来去去，你不能啊。你把自己打扮成钟馗做什么呢？我不想说给你听。
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爸，你买了一把真剑要去杀人，对不对？爸，你自从出狱之后，你又没有放弃掉你想要报仇的念头。你去当计程车司机，现在又买了凶器想要杀人，你想害死你自己是不是？爸，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你不要忘了，我也是你的女儿哎。你全心全意只想着妹妹，我呢？我已经有多久没有跟你吃过饭、聊过天，甚至抱着你撒撒娇？我工作顺不顺利，我健不健康，你关心过了没有？是不是要等到我出事回不来了，你才会稀罕我？好，我昨天出事给你看，我死给你看。啊，是气话，我是在乎你，在乎一个真正爱我的爸爸。爸，妹妹她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我们了。可是我还在啊，你不能因为她要离开我，你应该为了我好好保重你自己的，啊。你不知道你妹妹受什么委屈，她真的受什么痛苦。他的情况有那么糟吗？我真的已经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他人呢？地下室。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我知道你的心情，可是以后你和你的女儿还有好长的人生要过，你不能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们人间的鬼太多了，尤其是开计程车专门强暴女孩子的恶鬼，
不除不行。那种鬼让我们警察来抓，我们有国家发的枪，抓起坏人来比较没有危险。至于你，剑斩妖魔，除恶务尽。现在我能做的只有没收他的武器，其他的要靠你多留意多关心。他会变得这个样子，应该是有受到某些事情直接的影响。他最近接触过有关钟馗的东西吗？他桌上有个钟馗的神像，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不是钟馗，我爸爸说我妹妹她附赠那里面。对啊，大家拢嘛有风声，只是哦，无想要插这款代志。这款人行去有查囡仔，你敢看会落？忍袂落去。啊，无要安怎？太医哦。下因大家拢有刀有枪呢，谁敢找死？对啊，害死阮这好的司机，昨昏啊暗时啊看到阮，惊都惊死啊。啊！我去倒位才找到这三个人。小姐排队。有人了，你还是好好跟我配合。不要，你说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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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他！救我！王八蛋！我说放了他。你是哪里的？我是钟馗派来的，专门来抓你们这种鬼。钟馗派人，就算你是钟馗，够打两枪吗？怎么样，怕了吧？马上给我滚！就是你们这种人，拿着凶器坏事做绝，让你们看看，就是有人不怕，专门对付你们。他妈的！
妖孽，快快送死！钟回刀，饶饶命啊！钟回大人，求求你原谅我，钟回大人。走。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啊。嗯，我们会查清楚你女儿失踪的案子，和她也没有关系。何先生，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个歹徒为什么会叫你钟馗？你并没有穿钟馗的衣服出来啊。钟馗就是我，我就是钟馗。那个司机真的说他是被钟馗抓的、啊？嗯。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现象？早知道我昨天晚上就跟着过去。文英，人是那个姓何的父亲抓的。请你忘掉钟馗这两个字，帮铁头去侦讯人犯好吗？你要再啰里啰嗦的话，我就拿把剑追你。哦，尚哥，那个姓陈的怎么样都不肯承认涉及何慧萍的失踪案。再追查，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态，总希望能够有现世报，让女孩父亲可以真的抓到凶手，绳之以法，大快人心。哦，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在现场找到的子弹，你看，断成两半。子弹碰到坚硬物体很容易变形。至于断成两半，它的缺口很平整啊，很像是利刃切的。你不要告诉我，有刀子可以把弹头切成两半。如果是钟馗的剑，就有可能。我发誓，我真的会拿把剑追杀你。去工作吧。啊，什么代志呢？遐神秘啊你。哎，啊，上次呢？伊去买咸的太郎。啊？铁头哥跟你开玩笑的啦。杨法医，我们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想请教你。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的冤气很重，比如说。他的女儿被杀了，他想报仇。如果他穿上钟馗的衣服，那么他会不会真的变成钟馗？那有可能。那他有没有可能像钟馗一样发出那种神力？比如说，一剑把飞过来的子弹劈成两半。杨法医，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开玩笑，看我们两个的表情，就应该知道我们很认真了。有一个妈妈看到伊个囡仔去予车跌着，边啊阁无人伊个呢，伊就急着赶紧走去迄个车个行下，为个囡仔甲救出来。迄台车四个查甫人来压，可能都无法度。我伫讲即个意思是讲，意志甲伊个情感，哦，是人最大个力量。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有超乎寻常的力量出现，那不是因为钟馗的衣服，而是因为他的情感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我的看法有点不同，钟馗还是很厉害，尤其是他的剑。我记得你啊，昨天真的好险啊！以后啊，晚上不要一个人坐计程车了。是啦，我是妈妈啦，我唔知要安那表达
对你的感激。哎，这淡薄仔礼物，啊，搁50,000块的红包，甲你带件，多谢你。我做好应该做的代志，这小礼物我收，啊，红包你摕转去啊。无啦，这是阮一丝丝意思。我爸爸的脾气我了解啦，伊叫你查某囝，毋是为着钱。是啦，阿婆，歹势。不要紧啦，恁查某囝运气好，啊，够有缘啦。多谢你哦，再见。失踪一定就伤心，也毋过像恁这款的好人，菩萨一定会甲恁保庇，保庇恁平安，事事无代志。好先生，你也莫烦恼啊，天有天理，天公伯一定会保庇恁查某囝平安倒转来。天公是疼好人的。不是要回家吗？你带我们来这里干嘛？对呀，土妹说要煮咖喱给我吃，我饿死了。你们等我一下，我去跟妹子说句话，马上回来。哎，我俩好急啊，陪我去找厕所吧。走啊。没有啊，一个穿古装的人拿着剑呢，哎，一定是有人在拍戏，我们过去看看，来。你看，那不是那个可怜的爸爸吗？他为什么一直偷听我刚刚别人讲话？嘘，我们也去偷听一下，好好玩呢。我不想谈这个，谈了会恶心啊！你不想谈没关系，不过记得把你的嘴巴给闭紧，免得我用线把它给缝起来。你会怕当初为什么要做？哼，就像我说的，报应。姓陈的已经被抓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他妈的，你不说谁会知道？哎。那个女孩子上你的计程车，被你带过来给我们三个人玩的。你他妈也是凶手，我要是被抓，必须把你给摆出来。
成哥已经被削了，团体游戏咱们也玩不成了。不过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双人游戏也可以。哼。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文先生，文先生，你不要这样子的，不要杀我哥哥，不要杀我哥哥！他是我哥哥，我求求你不要杀他，我求求你！我不会报警，我会一剑一剑的刺死你。你刚说的都是真的吗？你会把女孩子带到深山里面去强暴，然后杀人？那个何先生的女儿是你们犯的案子？你说，我没有你这种哥哥，我没有你这种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不是，他这样逛街要逛到什么时候啊？哎，你只要吃点东西吧。哎呀，你也不要那么难过了，反正警察也不知道，瞒一瞒就过去了嘛，再叫你哥改一改就好啦。那还能怎么办，对不对？哪有那么简单啊？那星河的爸爸已经知道他是凶手了，你昨天没有看见他拿利剑的样子，好恐怖。我跟你讲，这个二郎司机啊，就要拿剑劈，最好把他劈成两半。哦，两年前我坐上一部计程车要去淡水，结果那个司机借口路不熟把车乱开，后来居然开到山里面。我责问他，骂他，他就是不理会。我从后照镜看到那个司机的眼睛，我还没有想到人的眼神可以这么邪恶，这么恐怖。那种眼神已经不是人，是野兽了。那后来怎么办？跳车。我在快车道上就开门跳了出去。啊，擦得全身皮破血流。那总比野兽欺负强暴好了。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哥哥是那种两眼充满欲念满街寻找猎物的野兽。哥哥他不是人了，已经不是人了，我已经没有哥哥了。但是他要我带一句话，在你们求他之前，先想想这世界的天理在哪里。
从小就死掉了，都是我哥一手照顾我，把我带大的。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时糊涂，他早就后悔了。何先生，求求你原谅我哥哥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何先生，这种罪会被判死刑的，你女儿已经救不回来了，你为什么不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呢？给机会？他们有没有给我妹妹机会呢？当我妹妹在计程车上苦苦哀求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心软？他们有没有给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活着回家见家人的机会？她是我的家人，也是我最亲的亲人呢。哭，我们父女已经哭到没有眼泪了，心都已经哭碎了，有谁来可怜我们呢？Apple， 这是你最喜欢的苹果，来，不要让自己饿着了。你不要难过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已经找到那些凶手了。爸爸已经知道是哪些人欺负你、糟蹋你，他们的报应很快就会让你看到的，你等着吧。哎，你要去哪里啊？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了。我要去做生意啊。与其看着我自己的爸爸去冒险去出事，我倒不如跟着你帮着你，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别开玩笑了，上楼去睡觉，你不要惹我生气哦。
好像不是往林口的路哎，塞车嘛，走这条比较近的。最喜欢在你们这种酒馆，随便哈拉两下就可以上。酒嘛，就不是人，对不对？这个又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想强暴女孩子，结果这次撞到了钟馗，被刺死了。钟馗，如果那个酒醉的女客没有乱掰的话，她说她是看到钟馗拿着剑来救她的。何建华，他是个可怜的父亲，实在是情有可原。通知弟兄们，不到最危险的状况，不要轻易开枪。请问你爸爸在家吗？你还是没有听我的劝告，把钟馗的神像符送回去。我爸他听得进去的，他明天就会把他送走，真的。不嫌太晚吗？何先生，我很钦佩你救人勇气，不过你杀死一条人命，在公事上面我们还是要处理，你势必要接受法律审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爸爸晚上又救了一个差点被强暴的女孩子，可是这次他是用剑刺死那个犯案的司机。你们确定是我爸爸杀的吗？
目击者看到拿剑的人穿着钟馗的衣服。杀人的时候是几点？三个钟头以前，大概凌晨12:30。不可能，那是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何小姐，我知道你关心。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的。你说说看。晚上的时候，我因为怕我爸爸做出傻事，我就从后面跟踪他，结果我看他走进一家庙里头去拜拜。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就跑去找那家庙的师父出来和爸爸聊一聊，没想到他们两个还真有缘，一聊就聊了快3个钟头。等我们要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30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这里还有他的名片，那里的师父很多弟子都可以替我爸爸作证的，他一步都没有离开，怎么去杀人呢？我们访问过那家庙，最少有4个人愿意替何建华作证，可以确定命案发生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现场。我们也实地走过庙和命案现场的单程距离，最快也要半个钟头，他不可能利用这空档去杀人。那个酒客还一口咬定拿剑的人穿着钟馗的衣服。只有他有动机，也只有他去弄了一套钟馗的戏服。难道说还有同伴帮他声东击西？尚志哥，监视组报告说，那把凶器不但刺穿了死者，还钉进后面的木材长达6公分。这种力气连我都没有办法。什么好东西啊？没东西，没事。有东西也有事，拿出来瞧瞧。哦，不要说看到，现在我就连听到钟馗我都会觉得头痛。你没事又弄回来做什么？我在找破案的灵感。谁说的？铁牛哥现在开始崇拜钟馗，他要把神像放在车上，每天看，每天拜。你不要拿剑追杀我，我马上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如果有个钟馗没事跑出来替天行道，那该有多好啊，对不对，尚志哥？你是说那个何先生在你们这边聊天，曾经有睡着过？对啊对啊，伊大家讲啊讲哦，伊就袂振动啊啊。目睭也袂呢，啊，亲像迄书咧打坐共款。那他这样坐着睡着有多久？大约30分钟左右啊。不要怕，给我放自然一点。不要怕，给我放自然一点。不要怕，今天晚上播到11:30。这里不是已经查过了吗？白天有个人不在，我来补问话。吴英，怪了，那个姓何的爸爸人在这里没错，可是过程当中他坐着睡着了半个钟头，他的睡法就好像只是躯壳在这里，魂魄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你认为他有另外一个他跑去命案现场救那个酒女和上那个叫阿贤的司机，要不然怎么解释前一阵子大众口头上面挂着本尊分身，不就在说这个？何先生原本只是个规矩的生意人，他应该不会懂这个吧。你忘了还有一个人，钟馗。如果钟馗帮他呢？
你想把这个发现呈报上去继续追查吗？查得出结果吗？如果杀人犯真的是个坏蛋，我铁头飞天转地都把他挖出来。可是我面对的是可怜的何爸爸。我们投票表决，赞成报上去继续追查的举手，赞成忘掉一切去吃牛肉面的举手。魏英，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帅，我请客。我就是那种女生，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烦了烦了，没有力气，烦了，我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烦了烦了，没有力气，烦了，我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烦了。哎，干嘛不跳了？他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不能相信，烦了烦了烦了，谢谢弟弟。对。妹，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我自己有脚，我自己会叫车。这么晚了，不安全吗？就是有你这种人，女孩子搭计程车才会不安全。他为了你，还去求了女孩子的爸爸，膝盖跪肿了，声音也哭哑了。他告诉我，这一辈子没有哥哥了。开车。去哪里啊？在哪里杀我女儿就去哪里。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选上新平？好，我自己回答。因为他衣着不入，身材惹火，要落单一个人，叫车对不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强暴他，还要杀了他？我在问你，为什么强暴他要还要杀了他？为什么？他在挣扎。挣扎，结果用石头打伤了那个姓陈的司机，结果那个姓陈的就把他掐死了。掐死了。那你们把他埋在哪里？在后面的山上。
太婆，你不要难过，怕你的人爸爸已经找到了，你等着，我把他送到响地狱，爸爸马上帮你报仇。爸，爸，爸，够了，够了，你把他交给警察，法律会惩罚他的。啊！妹，妹，快点，爸爸要杀人了，你知道真的看到要叫警察了吗？艾婆，艾婆，艾婆。爸，艾婆，快，你快把妈妈挡住啊！艾婆，快，艾婆，艾婆，让爸爸帮你报仇。艾婆，艾婆，同时段全国第一，观众最爱看的灵异现场，今天晚上播到11:30，不见不散。爸，我好开心哦！你终于没事了，我们父女俩还可以坐在这里。爸，我很想问你，那个叫阿贤的计程车司机，真的不是你杀的吗？爸，你快说嘛！你一直跟我在一起，我做什么事情你应该都很清楚啊。可是你说着说着就睡着啦，我凶杀案的时间跟你睡着的时间是一样的，会不会是你睡着的时候灵魂出窍，穿着钟馗的衣服去报仇了？
见斩妖魔，除恶务尽。爸。我今天是来向几位说声谢谢。对啊，没有你们在旁边以宽容的心鼓励我们，我爸爸说不定已经进监狱，再也见不到他了。希望你们父女真的可以完全忘记伤痛，重新开始。你这个钟馗像，哦，我要把它放到庙里。哦。你考不考虑放别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他好像很灵，要不要干脆放在我们刑事局，替我们抓人间的鬼？帮你们抓鬼？不要说，我对他有信心。尚志哥，铁头哥要把钟馗留下来。铁头，哟，我在找灵感。说也奇怪，一看到钟馗啊，就有灵感。你跟人家的钟馗像不是很呆吗？人家是因为亲情的力量，才会连个木雕像都有灵性的，对不对，尚志哥？嗯，其实啊，我们在拍这个单元的时候，外景队就碰过类似的剧情发生在我们的旁边。有位老先生呢，在竹林里面盖了一间小房子。无论吃睡都非常的清苦简陋，而且他从来不跟外界打交道，就像自闭一样。晚上看到他的时候被他吓一跳，会以为他是晃来晃去的土地公。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当地居民传说是因为儿子车祸去世。啊，好感人哦，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哎。对，孝顺父母最首要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平安。我们台湾灵异事件拍戏现场呢，发生了真实故事，其实真的很多，所以说灵异档案上个礼拜呢就创下收视率全国第一的记录，而且证明只要是我们拍戏现场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大家都很喜欢看。嗯，所以现在呢，档案四，骷髅头。台湾灵异事件灯光摄影的讲究和道具的逼真是有口皆碑，可是在拍摄电梯白骨精的时候，道具却逼真的令人毛骨悚然。应实案剧情的需要，我们要在电梯的下面布置一堆白骨，结果负责道具的小杨却找来一个真的骷髅。等我拍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人头啊做得非常像，所以我就拿过来看。我在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死人骨头的那个牙齿啊，并没有那个人工的一个接痕，而且那个头盖骨上面呢、啊，那个尸斑呢、啊？好像真的一样，我就觉得奇怪。我说：“哎，小杨，你过来一下。”我说：“你这从哪里弄来的？做的好像啊。”他给我问了以后，半天不讲话。我说：“到底是弄哪里弄来的？”他说：“这是真的死人。”我靠！每个人啊，好像是当我是麻风病一样离开我。我就愣的拿那个死人骨头，我想这不对啊，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从哪里请来的，还是要请大家呢？赶快的烧香帮他拜一拜，等拜完以后再给他回去那个地方。那在拍这场戏的时候，现场还有哪些其他的演员？有啊，还有那个胆子很小的那个谢祖武啊。后来我们快拍完的时候，庞湘林庞哥还问我说：“哎，小武，你觉得这个骨头有没有觉得拿在手上凉凉？”我说：“我从来没有拿过。”他说：“我拿过，我总觉得冰冰凉凉的感觉。”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材质的关系，这可能是象牙做的还是什么东西，但象牙不可能，它是犯法的。”等到后来小杨拍完之后跟我们讲说，
这头骨是真的。那不知道就算了，那知道的话心里面难免会觉得有一份毛毛的感觉，那还有一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不知道是谁的先人，这也不知道是谁的这个长辈嘛，而且一定是很长，因为年纪很大，这不能说年纪就过世很久，那我们还在那边呢，把它移过来移过去，这边拍那边拍，放电梯底下再拿上来对着光，还研究，因为我们演戏啊，这可能大概死了多久了，然后拍完之后哎要吃饭吃饭吃饭，也没有人理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是这样一份感觉。那后来大家就三炷清香啦，一些素果啦，鲜花素果来这个拜祭，倒也不是因为说是因为他的后人，而是因为说愚公呢，他对这个戏也尽了一份心力，那愚师呢把他老人家请到这边来，这个日日夜夜工作，如果说他觉得累的话，那我们更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是我那时候的一点感觉。我想买点饮料，请便。骷髅头找来了，戏也演了，我们却疑心难安，三个主角也奉命找出骷髅头的来源。车子有问题发不动，我们赶快坐计程车回局里。这个地方就是道具小杨来见真的骷髅头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请小杨为我们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小杨不要害羞，破闯了还是要说一说整个经过，你来给我们实地解说一下吧，更深入的介绍一下。那 OK。 你有点害怕？对。其实那一天呢，因为是礼拜天的关系，那礼拜天我实在是各个医院等等所有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包括各电视台的道具室。那后来我透过我朋友，我是在借不到的状况之下，我只好请他，我突发奇想告诉我自己说，我干脆用一个真的好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呢，他就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告诉我有很多很多都是无主的这些骨灰坛。那我就想说是不是能够借用一下。那拍的结果呢，我就进去挑，那就一直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我就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因为它是一个三四十年代都没有人去管理的一个东西，就是靠着一个管理员去维护这样子。那我就挑到了一个真正无主的，我就做了许许多多应该做的规矩，对他的尊重以及祭拜等等，我就把这个骨灰坛打开了，拿出来一个。那当时管理员跟我讲说绝对不可以压在我的任何身体底下，那我只好包在我的风衣里面，然后骑着摩托车回到公司之后，我们导演再告诉我有点脏，我又重新的把它梳洗了一遍，梳洗了一遍之后再用吹风机把它吹干。事后大家回想起来，我这个动作是稍微的冲动了一点。这些无主的骨灰坛群集在这小小方寸的地方，又没亲友加以祭拜，会不会怨气重生，出现怪事呢？以前我初初来是是不堵的，晚上很以前没有这个灯光这么亮，刚才这嘛拢无去啊，哦，算讲暗暗真暗啦，哦，暗时我出去转来哦，不看遐头前坐两三个遐伫开讲，两三个人在那边聊天。对对，那庙的前面就放骨头的前面那里，啊，以前无遮好势。回来就看，奇怪，两三个人在哭在开讲。但是我怕又怕我了，又没去。你会怕吗？不会怕，因为我在这里烧香早上烧香点火，不可能来找我的麻烦，还是怎样。我们对面那里哦，有一间那个杂货店，在半夜的时候哦，有人去敲门，要买奶粉给小孩子吃。结果，那头家娘就将奶粉哦，提卖，卖了后，
伊就摕枪哦走。过冬工，迄头家娘开门拖开门，变一张云纸。你这是听人讲啊？不是，你这啊，这我听人讲。这间商店还佫伫个磅江那边。还佫伫磅江那边。啊，伫伊磅江那边一间百吉商店，伊头家娘本身你个名。本身都讲出来哈，阮是听伊讲。有时啊，囡仔咧哭，走来去看嘛，还阁无。啊，半暝啊，后人咧烧亮的声。里面有没有小孩子？囡仔的骨头？有啊。嗯。是啥物情形发现的？这囡仔骨头是伫个这网啊布吼，拗着啊，人唔知像的，啊唔知像的就存来办啊，甲装个案啊来存来提来叫。因为一个工作人员的过度认真，而使得我们与这些屋主的孤魂相视而结缘。三位主角代表节目献上生果香烛，虔诚地希望这些流离失所的孤魂能够暂且有个温暖的感觉，被关怀的感觉。我们相信好兄弟和人一样，也是需要被照顾、被关心吧。台湾灵异事件现场发生的奇怪事情都收录在灵异档案，呈现给您。今天晚上播到11点半。看完了那么多无主的骨灰坛，你们是不是想很多？铁头，我在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巧举豪夺，再多的钱财都没有用，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比较重要。明真，你呢？这就好像人经过医院出来的感觉一样，总觉得人的健康跟平安是最重要的。嗯，说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五个档案。神鬼附身。哇，好惊悚的名词哦！又是神附身，又是鬼附身的，什么意思啊？神附身，鬼灯笼啊！鬼附身，狼祟祟啊！精彩的介绍，请看。先来谈谈神附身的怪事。这也起因于拍摄《天堂路》的时候，需要找一尊三太子的佛像放在正埋尸的歹徒附近，让佛爷看到无法无天的景象而加以惩罚。工作人员却不小心找来一尊开过光的佛像，在拍片的现场折腾。果然，这种不敬的举动引来了怪事发生的。有个灯光助理当场出现了奇怪、火爆的动作。那一个助理在大家吃宵夜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我这种姿势、这种样子，然后拿着，然后对着那个神像这样看，然后静止不动，大家走来走去也没人发现，然后就开始念一些有的没有，大家听不太懂。好，然后吃完宵夜，大家开始开拍了。差不多隔5分钟，他就看他这样走出去，走出这种树林的口，就是外面的马路了。然后就惨叫一声，蛮大声的，就是吼叫，然后开始跳。那大家以为平常我们这种片场都以为是被电到，都有220的电到，大家就跑出去，然后。看他一个人在跳，他不晓得，就上去抓他。差不多有3到4个人抱住他，可是抱不动，会被拉着一起起来。抱的通通像柯舍这样子，壮汉，皮带绑都绑不住，一睁开所有人都弹开。那最后就只好把他扑倒，然后大家压着，然后用绳子绑啊什么的，绑了差不多，让他继续。他也是继续念东念西，可是听不懂在讲什么。手拿金丝手，脚踏红飞轮，祖辈来降世，小爷要出孙啦！另外，在拍《追命三太子》的时候。我们请来了著名影星黄西田饰演神棍，
演得真的是惟妙惟肖。剧情当中，铁头警官也要故意假装三太子附身刺激歹徒。我们当时需要一长串三太子同志的声音，却是铁头装不来的。正在烦恼的时候，一旁参观的主人竟然当场起价，说出了一长串剧情所需要的声音，惊讶的我们当场都录了下来。我刚刚没有叫铁头讲那么多话，他怎么突然说得那么溜？不对劲，铁头台语说得没有那么好。那当初我看你们拍这个太子吼，拍得真好。嗯。所以我有一种的感觉，那当初就好哩好多，就开始就安尼，唔知影，就办代志啊。搁去回答面的代志情形下，那想在我的印象中。记袂起安尼，啊，就讲实，我家己本身无啥真了解。嗯。建明，请求三太子附身是要把杯的吗？对，是要把杯。刚才那个是醒杯的。对啊，那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可以问了。这样就开始了。我这样他会真的会附身吗？你要有一个动作，你上次不是演吗？不是要就像上次那个样子。对对对。对，我记得是上次那个样子。这样子吗？对，你手要这样子、啊。那你要手放在这里，然后开始抖。开始抖，开始抖。要不要你来、啊？就你上次演的那个样子。你熟能生巧，你来。就是啊。你要问什么？那我想还是问工作。问工作。对，事业。那我问家庭。感情。对。问感情。不是很希望结婚吗？我想问感情，短时间之内再不用再问了。还是问家庭，要问公婚姻好了吧？婚姻对，你要再激动一点，铁头，你要再激动。请问一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头很晕，头是自然的还是？我不晓得，我现在非常的晕，一片晕眩。什么一片？两好几片。我很用心的看看能不能真的附身，我不晓得。然后就在那一段时间，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我的大概上半身不见了，我完全感觉不到现场。没有感觉是不是？像。可是我可以知道我的脚在动，可是我不知道。那什么时候消失？你跟我讲话以后，然后你那时候清醒过来，也不是很清醒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摇得太厉害的关系，我觉得是我不晓得超自然的现象。哈哈哈！死老头，你活腻了。哎哎，你这个畜生！不要碰我女儿！哈哈哈哈哈哈！还不是，他是我的人，是我的人了。台湾灵异事件有许多冤魂附身的情节。滚远一点。根据许多实例，我们表现的方式会让被附身者行为转换，声音改变，力大无穷，甚至做出匪夷所思的怪异举动。要把这些表演出来还真的不简单呢。我又要把那种感觉拉到像女鬼那样的感觉啊，其实我自己脑子有一点点就是混沌，有一点点这个蒙蒙的感觉。那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那一下哭一下笑。那虽然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看得很入神，然后甚至于有的人一笑，有的人觉得说演得很传神。可是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好像我整个人
并没有说和感觉到周遭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存在，我就已经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等到我演完再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点一阵酥麻，觉得哎，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一个动作跟表演呢、啊？其实，在要演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在传统里面，其实我们谁也没有真的被附身过，感觉上就好像那种颤抖，然后就被附身那种感觉。那其实心里真的会觉得说，好怕说会不会真的就被附身，其实真的很紧张。然后也是真的，前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说啊，那个到时候我演那个戏哦，千万老天一定要保佑我啊，千万不要怎么样。然后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然后就一直求，而且因为我真的是那种蛮胆小的，我除了演这种戏，我甚至自己演女鬼的时候。自己有一幕，就是有时候演女鬼，你不是都要演一些那种鬼的样子吗？那有时候我是一个人哦、喔，然后灯光师跟摄影师都距离我很远，我都会一直看我后面有没有这个什么东西飘过来，真的很紧张。我想观众朋友不太能够了解，其实，在演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可是因为制作单位都会让我们拜拜啦，然后求福这些，然后又给红包，所以也会让自己的情绪就会哦觉得很放心，然后来演。所以这就是。演这被附身的这种感觉，你说紧不紧张？真的紧张，我差点没昏血。我听说你有被附身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时间发生的？时间哦，那就刚去六月哦，差不多一年多前了、啊，差不多六月底那时候，还刚我就回去啊，然后踮在路下就种行路回去啦。啊！踮在路下，阮遐车算忙啊，铺路嘛。啊！踮在路下，就感觉讲有人伫甲咱缀。咱外头看无。啊！第二届咱搁外头看嘛是看无。吼！然后到门口时，我就弄门啦，想叫阮某开门。平常他都自己会开门，他有钥匙会自己开门，就是。啊！那天突然就敲门，啊！敲一敲，我去开门。哎！一转头，他怎么跑到？我那个有山上有那个小路，啊跑到那小路那上面去，啊我很害怕，我就跟我婆婆说，我就说妈妈，陪我去那个找他就是，我妈就跟我跑去，一看到哎，他是自己在玩，在玩，对，然后在玩草，他嘴巴好像也有草一样，哎呦，我们跑到那时候看到，就回头一下，冷冷的那种笑。蛮阴森，蛮恐怖的。到尾啊，醒起来的时候，我规身躯拢澹漉漉啊。迄个毋是，应该是拢流汗，规身躯拢澹漉漉安尼，啊，规身躯也有垃圾的对啊。然后醒起来，当时规个人啦，强要昏去啊，安尼啊，啊人足艰苦的吼。任何人只要提到鬼附身。一定是敬而远之，恐惧有加。我们节目以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什么是好兄弟的样子，他们又为什么会找上特定的某个人呢？就我有一次听到那个声音是不一样，他们声音很高，然后很快的，嘎嘎嘎嘎嘎嘎，一直这样的声音，那是一群人还是单一个声音？也有一群，也有单一。就我有一次在一个寺庙念佛，那有一个我旁边有个女孩子，她就发出那样的声音，那我就知道那个是，就是那不是她的声音，是就是那种很高的频率，然后很快的这种声音。那你摸不摸得到他们？摸不到，感觉摸不到，对，完全是感觉。那有的就是说，比如说跟我有缘，他就是特别让我看，就让我看，就说我家里过世的人。都会让我看，他们都会，然后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回来告诉我。我很好奇，你看到他们的那个样子哦，是他死掉的样子，还是说他会老？形状好，就是看人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跟你有怨，你比如说你前辈子或者是你这辈子是杀了他，或者是车祸什么，你就这样，他就会很恐怖的样子，因为他就是要告诉你说，我就是要跟你 ask 什么东西。严老师，那我请教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避免那些东西接近、趋吉避凶的方法？其实他们也不喜欢看到我们，他看到我们他也倒霉，因为我们是两个世界，所以他看到我们也不好，他也不是故意的。那一般来讲，有时候会碰到说，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人的气的本身，但他有邪念，然后就很容易就会去进他，所以那个念头很重要。
念头非常重要，有善念，然后不要有邪念。这个真的是要奉劝一般的，现在有很多这个不好的这种乱象的这种事情。许许多人都会问我们工作人员，你们拍这种戏不会怕吗？告诉大家，还真的不怕，因为我们深信我们所创作的成品能够警告邪恶之人做坏事必有神鬼果报的下场，以感人的剧情导引出大家惜福惜缘的正念，这种难得的成就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荣誉呢。一切是错了。